现在最要紧的是世上还有不知多少的小鬼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小鬼呢？就因为人堕胎堕得太多了，他还没长成人形就把他杀了。小鬼的报复心很重，所以戒杀放生也包括不可以堕胎。这些小鬼更不容易摆脱，所谓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所以各位要注意这一点。现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小鬼比大鬼多，大鬼比老鬼多，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。我们人都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做佛，你也该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菩萨性，都可以做菩萨，一切众生都有罗汉性，都可以做罗汉，一切众生皆有圆觉性，皆可以做圆觉，一切众生皆有天性，都可以升天，一切众生皆有人性，都可以做人，一切众生皆有修罗性，都可以做修罗，一切众生皆有鬼性，都可以做鬼，你做鬼事就是鬼，一切众生皆有畜生性，你如静坐畜生事就是畜生，一切众生皆有地狱性，你如造地狱的因，将来就堕地狱的。所以种因结果，你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，绝对不会错。南无阿弥陀佛。